西南皮流带来的后台水造成的南台湾入冬岛所在都发生在此，造成屏东县重启乡第一村到第二村各界的所在不太水，太水引导人家的被抬入入50公分安置。今年重启府和府区呢，地界做翻了了排水改善工程暂未安用。不过水利署提起后川口出口，还认为水量停台暂未安用。今年怪烟上连连，因为打造环台水幕，太水路淹过古业物嘅，使得所有嘅天气同假期都芝麻水地杯，财产嘅损失比莫拿去房产嘅时间还过严重。5点人，要6点，碰撞白嘅都湿青青嘅，地杯白嘅仲会湿起嚟，嗰个也唔巴巴水仔，都还冇安严重啊！啊，我今日隔壁就同我试嘅2-3次啊！关于做太水的原因，居民怀疑是设河曲做的反映了排水改善工程，使得太排排水速度阻挡。不过设河曲不同意安尼的讲法，指出完全是因为以下的落体带雨的关系。天下那么大的雨哈，它的水它就没办法排出去，大水没办法排出去，所以就造成那个就溢出来了。设河曲表示，当地最近24小时以内的降雨量将近有300毫米，已经超过了反映了太排湿热的保护标准，同时反映了排水改善工程如何要解决河土塌下的问题。相信年代完工过后，如何得排除水分。下届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。